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，开始。有合适的人选，报告。没关系。
出发。关云长秉承忠义，献上一言。报告。没关系，今后就拜托了。有合适的人选。哎呀呀，实在抱歉。我收到了报告。我收到了报告。有合适的人选。出发。结果是这样啊。报告。
报告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。打扰了。请听我一言。没关系。
可以吗？喂，有时间吗？请听我一言。没关系。感谢您的到来，我有一个事情想说。我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感激不尽。
抱歉。出发！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。有合适的人选。开始。惜命的话，就速速回避。蛮勇并非真正的勇敢，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！成为青龙偃月刀下的亡魂吧！手下，我与智刃，重新再来。
报告。没关系。出发。请听我一言。没关系。听俺说几句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要献策。时间吗？没关系。听俺说几句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。
事报告。我有一计。没关系。结果是这样啊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大恩大德，俺张翼德没齿难忘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请您布尔过来。这份殊荣我愧不敢当。你有何贵干？请听我说。听俺说几句。没关系。
打扰了，可以吗？开心啊！听俺说几句。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没关系。我有一计。没关系。姐姐会好好教导你。那就先听听吧。关云长要贯彻忠义之道，在下敢对天发誓，断定这是正确的。哎呀，开始。我会让你好好尽兴。完全不行，简直对牛弹琴。
照忠义之道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这就是魄力的差别。我明白了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没关系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没关系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没关系。
请听我说。没关系。打扰了，你好吗？有合适的人选，听我说。遵命。有合适的人选。你好吗？打扰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
话要说。没关系。喂，有时间吗？没关系。有合适的人选。有客人来了。你来的正好。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有合适的人选。听我说。我明白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大恩大德，俺张翼德没齿难忘。听我说，没关系。您还是风采依旧。你好吗？这样做可以吗？没关系。